请好吃创意人于文文。有请好吃创意人李文翰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布若琪，我也希望能把在美食当中品尝到的爱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我这道菜名呢叫鲜贝三重奏，这道糖醋排骨就是地道的北京糖醋排骨。这个毛塔肉呢，其实也是一道有传承的菜。好漂亮哦！这应该是刀工里的天花板了。这好软，我一拨就下来了。情感的碰撞和连接，才能够成就美食最终极的境界。